嗨，我是郭宇路。每个人都有自己最喜欢的音乐，有人喜欢嘻哈饶舌，有人喜欢抒情歌，有人喜欢摇滚乐，也有人喜欢抖音神曲。反正只要是很喜欢的歌，听一百遍也不会腻。那狗狗呢？狗听得懂音乐吗？如果听得懂，他们最喜欢什么音乐呢？这一集我们就来好好聊聊狗狗最爱的音乐，还有狗狗听音乐的好处。音乐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科学家发现，如果农场的乳牛每天听音乐，乳汁分泌跟牛奶产量有很明显的增加。还有日本的农夫也发现，给水果听音乐，产出的水果风味跟甜度也会有不可思议的提升。感觉音乐对世界万物都有神奇的作用，那对狗狗也一定有影响。狗的听觉大约是我们人类的16倍强，所以狗狗对声音的反应绝对是很灵敏又感触很多的。威斯康星大学的动物心理学家雪顿，他发现一段音乐好不好听、舒不舒服，在于一首歌的速度跟音调。速度越接近我们心跳就越舒服，音调在我们的发声范围内或是我们的听力范围内就越舒服。而很多动物都跟我们人类一样，也就是说动物都会喜欢为了他们自身量身打造的音乐。音调如果超过那个动物可以理解的范围，就会感觉很刺耳。而节奏如果比心跳快的话，像是人类的平均心跳在每分钟60到80下，所以很多电音舞曲的节奏速度都在150以上，就会觉得亢奋急躁很嗨。那节奏如果比心跳慢很多，我们甚至会听不懂这到底算不算音乐，是素兰的音乐吗？所以2009年的时候，心理学家雪顿和作曲家泰伊想要来特别做一首给绒猴的歌曲。这首歌比人类的音域高3个8度，三个八度很多哦，就像是平常我用狗语说哇你好棒，这是1个8度而已，然后3个8度是这样哇你好棒。而且这猴子歌节奏是人类心跳速度的2倍快，也就是电音舞曲的速度，我们人类听起来超级刺耳的。但是因为这些小猴子自己发出的音调就这么高，所以他们也能接受这么高音，然后他们的心跳超快，刚好又符合这首歌，所以他们会觉得这才是音乐嘛。既然猴子、牛、水果都对音乐有反应，那狗狗应该会对我们人类不同的歌曲有不同的反应跟喜好吧。加拿大皇后大学的心理学家威尔斯，他研究发现狗真的能分辨不同风格的人类音乐哦。而且很明显，重金属摇滚音乐是狗最不喜欢的音乐类型，因为会让他们很急躁，增加焦虑的程度，听完根本坐立难安，一点都不舒压。那跟这首歌有着强烈对比的古典音乐一给它播下去，你猜猜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一起来看看国外一间狗狗收容所的影片吧。因为收容所的狗狗在陌生环境很容易焦虑、紧张、冲突、吠叫，在听到了古典乐短短不到1分钟的时间，狗狗全部都舒缓安定，回到平静的状态。后来很多收容所都学着这样放古典乐给狗狗听，有效地舒缓了流浪狗狗的紧张感，而且熟睡的程度和时间也变多了。但是古典乐真的还是属于比较老派的音乐，很多新一代的养狗主人可能会想说，那流行音乐可以吗？可以哦。苏格兰动物福利慈善机构伊凡斯教授的研究团队，透过给狗狗听很多不同类型的流行音乐，然后测量各种曲风对狗狗造成的生理反应和行为表现，他们发现狗狗最喜欢的流行曲风是周兴哲跟卢广仲的歌吗？好啦，不是啦，其实是抒情摇滚和雷鬼。抒情摇滚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像是70年代、80年代、90年代的抒情歌曲 Elton John、Billy Joel、Eagles、Bee Gees 都是经典的抒情摇滚曲风。如果这些你都知道，那代表你跟我一样有点年纪咯。然后另一种是雷鬼音乐，它是源自于牙买加的音乐风格，连我听起来都觉得很 chill。 雷鬼乐结合了 R&B、爵士乐还有许多非洲音乐的元素，而代表人物就是人称雷鬼教父的 Bob Marley， 还有英国的警察乐团。
狗狗听到音乐的反应可能是歪头、好奇、放松、急躁、跑去睡觉，或是一点反应都没有。如果变得急躁，就换一种曲风给它听。如果一点反应都没有，那其实它本身可能就是一只很淡定的狗，是非常值得开心的事情哦。而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喜好，狗狗当然也一样，每只狗狗也都是独一无二的，一定也有自己喜欢的曲风，所以我们主人就可以多放各种不同的歌曲给狗狗听，看看哪一首音乐会让它很舒服的趴下、躺下，就是那一首了。那我们在什么时机需要放音乐给狗狗听呢？一，在第一次带一只新的狗狗回家的适应期间，可以让狗狗在这个新家用比较舒缓放松的心情适应。二，在打雷跟外面在放烟火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平常没有打雷的时候，就把音乐跟打雷的声音同时播放，音乐从很微弱很微弱开始，让狗狗慢慢做减敏，狗狗适应了之后才渐渐把音量变强，让它越来越能适应大声的雷声或是鞭炮声。三，帮助比较紧张情绪起伏比较大的狗狗睡觉。四，当狗狗坐车的时候，狗狗在车上听音乐有助于缓解旅途中的焦虑情绪。五，当狗狗独自在家的时候，可以放音乐让它放松舒缓，好好补眠。但这边要特别注意，如果狗狗有分离焦虑症的倾向，那就不能只在你即将要离开家的时候才放音乐哦。你在家不在家都要放音乐给它听，才不会让焦虑的狗狗觉得你一去放音乐这个举动就代表你要离开了，它就会把音乐跟你即将消失画上等号哦。那狗狗绝对会更焦虑哦。然后放音乐给狗狗听的时候，比较不建议用小小的喇叭或是手机，因为很多音乐的细节其实都藏在高频跟低频里面，手机里面的喇叭单体很小，高低频率其实都播放不出来，用大喇叭音质比较好的，听起来会比较真实，也比较触动狗心，歌曲的中高低频会经由空气的震动让狗狗对你放的音乐有沉浸式的体验，好好的享受一把这个音乐时光。或是你也可以试试看你自己唱给狗狗听，看看它听不听得懂，说不定它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反应哦。这个世界上除了音乐可以帮狗狗减缓压力、稳定情绪，随着生物科技的日新月异，也出现了可以帮狗狗舒压的好东西，那就是汪喵星球所推出的汪喵舒压氨基酸。狗狗跟着我们生活，难免会有突发的环境变化，你可能都还来不及放音乐就突然发生，有人突然按错你家电铃，突如其来的开张鞭炮，搬家到一个新环境，家中有新成员加入或是陌生人造访的状况。狗狗可能没有长期压力的困扰，但是这种突然的刺激跟变化，短时间内狗狗会受到紧迫威胁而表现的焦虑，这个时候就可以吃汪喵舒压氨基酸来做预防性的舒压，透过补充舒压系氨基酸 L 茶氨酸、色氨酸来帮助狗狗缓解紧张感，同时搭配初乳蛋白成分，里面有珍贵的免疫球蛋白，可以辅助紧张的狗狗同时调节免疫功能，最后加入适口性很棒的鸡肉松，超香的天然鸡肉香，让舒压保养品就像吃零食一样简单，直接吃拌饭吃都很棒哦。像我这个周末就带 Emma 到海边民宿来玩玩，不熟悉的环境她很难静下来，对于身边的环境很好奇又很焦虑，一直躁动让我都没有办法好好烤肉喝啤酒，所以我在出发的前三天让她开始吃，果然在情绪上明显的稳定安定许多，真的是高敏狗狗主人的一大福音啊。在选用食用之前，还是非常建议咨询你的兽医，排除狗狗生理疾病等相关问题再开始吃哦。而如果你的狗狗心思细腻敏感，甚至太细腻到长期受情绪紧张敏感的影响，而且都已经出现心理、生理相互造成的行为问题，像是过度舔毛、吠叫、破坏家具、随地便溺，那就可以选用汪喵星球的情绪好放松保养粉，透过天然氨基酸帮助脑部多巴胺及血清素作用减少压力，作为狗狗情绪辅助的保养品，长期使用对狗狗的情绪安定都有明显的帮助哦。当狗狗的情绪稳定、放松自在的时候，身体许多问题症状都会自然消失，身为主人的我们也会轻松安心很多。现在到汪喵星球官网购买舒压氨基酸情绪好放松保养粉任一款，结账输入狗语录专属折扣码 My Dear Dog 就可以现折100，每人限用一次，限时优惠直到5月12日，要买要快哦。你的狗狗对什么声音很有反应呢？你觉得你的狗狗最喜欢听什么歌呢？都来跟我说说吧。喜欢这一集请分享给你的家人跟好朋友，也要记得订阅狗，打开小叮当，我是狗语录，我们下期见咯，拜拜。